Yeah!
求求你们告诉我他在哪儿。堂下何人？沈经义。籍贯何处？陕西泾阳。所犯何罪？无心奸人，误入圈套。这么说，你还是冤枉了，是不是？始祖冤枉。沈星仪，你伪造王爷手谕，妄图劫狱，你罪大恶极。你说我伪造手谕，手谕何在？你自己看。哎，凭什么你说这个手谕是假的？凭什么？我们已经向王爷请示，王爷就从来没有签过这个手谕。这张手谕是王爷的手下杜明礼给我的，杜明礼跟王爷的关系，相信你比我更加清楚。如果要是作假，那也是他作假，与我何干？你还想陷害他人？你罪加一等。大人，如果你真的要审理此案的话，你就应该把杜明礼叫到公堂上来跟我对质，而如果你只是想敷衍的话，那根本就不需要审理我这么一个过程，直接砍头不就好了吗？大胆，跪下！如果手谕是假，刑部的官员怎么会提前就知道我要过去？不仅在刑部门口等着我，而且还帮我办好了一切替人的手续。你胡说！你本案系你一人所为，绝没有刑部的人参与其中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如果真的要审理此案的话，就应该把刑部所有的官员都聚集于此，让我好好辨认辨认到底谁是同伙，而不是像你这样在这里搪塞胡说。你不要给我东拉西扯，拖别人下水。大人，我沈星仪只是一介草民啊，你觉得我可以堂堂正正大摇大摆地进入到刑部吗？还穿越重重关卡进到女监提出周莹？刑部的人都死了。沈星仪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你的口供如何，你伪造手谕、妄图劫狱的罪名都已经坐实了，你何必在这给我逞口舌之快？啊！我奉劝你，赶紧老实交代，免得再受皮肉之苦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不过我也告诉你，我绝不认罪。绝不认罪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再给你浪费时间了。你带家，带家，上家棍。